你是刚从台湾回来？是啊，不是应该昨天回来的吗？多待了一天，两个宝贝还好吗？很好，你放心。嗯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我会好好的补偿你们，做一个好妈妈、好太太。要你现在就做一个好太太，怎么样？谁的头发？我跟胡总开完会以后拥抱了一下，可能是他掉的。胡总用这么廉价的香水，这是你睡觉的衣服，你骗谁？这就是你迟了一天回家的原因吗？不是，不要骗我。我跟蓝总谈生意呢，他请了几个吴小姐来陪酒，喝多了。走了。我当时真的是喝多了，神志不清。我问你是不是做了？你进来做什么？回去你的房间。那件事我已经坦白了，为什么不肯原谅我呢？你背叛了我们的婚约。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你这么脏，你休想碰。Mm-hmm.